吃，这个是我的爱，单看也觉得非常非常疗愈耶。原版韩国展抢优惠，金老佛爷帮你画重点。안녕하세요여러분，大家 hello， 我是老金。想买韩货不用坐飞机，远东百货韩国魅力物产展即日起在台中大圆柏起跑，将在全台循环展至九月底，琳琅满目的商品应有尽有，有什么必吃必买的 HOKA 呢？有请道地韩妞金老佛爷为大家带路。我带大家去逛逛，哇，这里好多酱油的小菜耶，天哪，这都是我的爱。而且你看，大家有没有看金秘书？这螃蟹，酱油螃蟹，这个东西是副会长不是这超爱的吗？好想跟他一起吃哦！又百分谢谢。香蕉牛奶咯，这个是应该是韩国名产吧？我在想，大家都去韩国玩的时候，到了机场马上买一罐，就是香蕉牛奶。我到韩国了，哎，我看到这个是什么？釜山的甜不辣鱼板嘞，台湾就既然可以。吃得到是不是在这里不到地啊？我来试试看，好像已经飞到韩国的那种感觉，真的好好吃。嗯，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因为通常我们就是海苔饭卷是长这样，但是你们有没有看过长这样的海苔饭卷呢？这是我超爱吃的，对，因为它的搭配就是辣鱿鱼一起吃的话，它真的很好吃，我超级推荐，等一下我要买。现场也首次引进韩式烤肉摊，猪肉牛肉现点现炒，美味立即享用。我看到像我女儿的那种，就她已经讲是我，你们怎么说在这里的？这个宝宝游戏店非常的就是方便，因为我家一模一样的也有。更特别的是还引进儿童用品，特惠价格，爸爸妈妈们一定要抢啊！这个产品的话，它是用巧克力做的蜡笔，所以就可以无毒的无害，对宝宝无害，宝宝吃都不用担心。爸爸的小孩去玩，地方妈妈要继续去觅食了。肚子好饿哦，炸鸡耶，单看也觉得非常非常疗愈耶。牡蛎耶，炸牡蛎，这个炸牡蛎是在釜山来的，就是真正的那个新鲜牡蛎来做的，大家一定要试吃，谢谢。炸物是不是要配一点酒呢？我虽然不能吃，但是我也可以逛一下吧。这个烧酒呢，就是它是水果口味，而且是水蜜桃的，因为我个人就比较偏爱水蜜桃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吃饱喝足，当然要来点水果，老金真心推荐红枣番茄，里面的汁很多，然后它的口味比较就是酸酸甜甜，我觉得女生会很喜欢的东西耶。我刚刚吃饱了，现在呢开始我要大买特买了。这个是韩国，从韩国就是运过来，听说这直接围过来吃就可以了。金鱼，不知道好特别哦，就是现在有在打折。天哪，还有釜山的鱼板呢！哎呦，这个很好吃，这个是我的爱，冷面，韩式冷面。这个呢里面有一包一包的汤包，怎么吃呢？把汤包放在冷冻库。然后你要吃的时候差不多解冻15分钟，把它敲碎就变成冰沙，跟它里面的另外一个面一起搭配来吃，口感非常的清爽。对了，怎么没看到最厉害的泡面呢？我带你们去看，来，加加加，来到泡面区咯。炸鸡口味的干拌面，你们有没有听过？这个也要试试看。好，收听了，老布，欢迎光临，大家。你看，我已经帮你们准备了很多中秋节礼物喽。中秋节在南韩也是大节，一般会送农历鱼礼盒、紫苏油以及水果礼盒，在这里也通通买得到。这么多礼盒，你尽量买，多买没关系。远东百货帮大家准备了宅配服务，不止买东西哦，还可以抽机票呢，还有限量版买一送一的优惠。远东百货韩国展，拜你五天哦！哦，对了，还有韩国人气化妆品也可以买哦。